小心点，还没讲过吧？啊，你这样子，那给你啊，我给你。他收颜色的，收颜色怎么翻的？他有一个加分的。好啦好啦，应该是，应该是那个水的，是那个他管的。老师的，让你说一下。加分就是，如果就是那他肯定赢了。平均赢多赢两分吗？当然你压得最强的不是压得最弱的，你要加分别人家压得最强的。
那是另外两个老师，那个是另外五十个老师，不是吧？小百兔。对，这边这些五千岁的啊，以前他们全部睡去转了，效果都很好。哇，真是啊！啊，这个新的，之前很多都是用旧的，这很多都是。再调一个新的就可以了。月亮鱼，你说三分了，你一定要压在墙了。